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丽。每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家乡割水稻的季节了。我们家没有种水稻，看到大伯家在那边收水稻，我也过来体验一下。这是我大妈，我也过来一起割一下。这倒了的水稻不怎么好割。没很热哦。看好多水稻都倒了，我大伯家今年倒的水稻特别多，其他人家都还好，因为他们两年没种了，这个水稻长得有点高，然后这个稻穗太重了，就风一大就全部倒在地上了。看这一片红红绿绿的，全部插满了杆子，你们知道这是有什么作用吗？我也来试一试啊。